尊敬的诸法和尚，各位领导，各位嘉宾，各位大德，大家好。今天是2016年英国祭祖大典的节日，来自世界各地的朋友们在此共聚一堂，以中国古礼来祭祀中华民族及世界各族万姓祖先，这个祭祖大典的意义非常重大，即使全球华人与世界各族朋友共同缅怀祖先的大会，也是文化互相互鉴的大好机会。祭祖大典之后还有传统文化讲座，为大家介绍中华传统文化对当今世界的价值与意义。举办祭祖大典的目的在于弘扬孝道，孝道对于人的一生幸福美满非常重要，对于社会安定和谐也具有重大的影响力。所以今天我希望跟大家报告的孝道与人生这一个课题。孝道是幸福美满人生的基础，现代科学技术发达，物质生活比古代丰富便利很多，但是现代人普遍的现象是贵而不安，富而不乐。为什么现在人得到富贵却得不到安乐？原因是精神生活越来越空虚，现代人讲究功利，忽视了道义，重视自私自利，缺乏关怀他人的真正爱心，所以现在人所得到的只是感官刺激带来的短暂快乐，得不到互相关怀照顾包容谅解产生的充实快乐。怎样才能得到幸福美满的人生？怎样才能够有一个和睦的家庭，温馨的家庭啊？怎样能够有一个顺利的事业？安定的社会，富强的国家，太平的世界，这是每一个人都梦寐以求的，希望能得到。有没有可能？有。这种的向往在中国历史5000年历史当中有文字记载的3000年，
啊，中国的文字发明，皇帝时候，仓颉发明文字，我们这些年来终于体会到了，聪明智慧无过于圣贤啊，中国古圣先贤，我们历史上有记载的，从伏羲氏开始啊，伏羲、神农，以前接着皇帝尧舜禹汤，2000年到春秋战国，孔子、孟子、老庄出现，这些人都是大圣、大贤啊。圣贤之所以称为圣贤，是我们尊敬他，而他能告诉我们，人人都是圣贤，就像释迦牟尼佛告诉我，人人本来是佛。那为什么我们现在变成凡夫了？迷失了本性。从本性上来说，说得很深，说得很究竟，整个宇宙从哪里来的啊？大圣大贤告诉我，从心想生，包括中国唐朝慧远大师啊，这个慧能大师啊，慧能大师不认识字，没有念过书，他觉悟开悟啊，通过五祖忍和尚给他做证明，证明他确实开悟了啊，这是很少见，但是不是没有。于是我们想到，中国古圣先贤个个都是明心见性，都是大彻大悟，他通了，无所不通，无所不能。他告诉我，他的开悟，所悟的，能大师讲的最清楚，最简单，只说了五句话，啊，见性，性什么样子？性就是真心，啊，佛法讲有真心，有妄心，中国老祖宗也这么说，有自信，有习性，啊，你看，自信就是真心，习性就是妄心。啊，真心能生万法，万法是全宇宙，啊，包括过去、现在、此界、他方，啊，这是整个宇宙，啊，自性是清净，从来没有染污过，
染污是习性，是妄心啊，妄心很容易被染污。那么宇宙的诞出现是真心，产生变化是妄心啊，变化是自性所现的宇宙，就是佛法讲的极乐世界，宗教里面所说的天堂，这是自性变现的。习性妄心能变，真心能生，妄心能变，变成什么？变成十法界，变成六道轮回，这么回事情啊。佛教跟中国传统文化，乃至于许许多多的宗教，都能够融会贯通。为什么？它是一不是二啊。所以真正搞清楚搞明白了，才知道变法界虚空界，像慧能大师所说，何其自性，能生万法。这句话非常重要，能生，那么万法就整个宇宙，整个宇宙跟我什么关系？一体，一个自性。我这个生命是自性生，整个宇宙也是自性现，是一不是二了。谁能证得？用真心的人就可以证得。中国传统文化从这个地方出现啊，老祖宗看到了人性，人性本善，人性那就是佛陀我们理想的幸福美满的人生，家庭、事业、社会，种种都离不开这一个真谛，都是从他而生啊。我们的学习，高级宗教教我们终极的目标是什么？回归自性。佛家叫成佛啊，中国人讲成圣，圣是圆满回归自性，行回归自性还没有到圆满啊，在下面一层，君子圣贤君子的教育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啊，这个教育是叫我成圣成贤成为君子啊，你的愿望就达到了。我们前面提的啊，一生幸福美满快乐啊，家庭和睦，事业顺利，社会安定，国家富强，天下太平啊，要靠教育啊。在中国五千年历史当中，有没有乱世？有，但是不长啊。改朝换代，政权巩固了，五年就能恢复秩序，治理左右，这个社会秩序就恢复。今天我们的社会都动乱不安，让许许多多甚至国家领导人跟我见面，
都怀疑这个地球还会有和平吗？这是我们听到了非常惊讶啊！为什么对于安定和平丧失了信心啊？我们明了，这是对我们文化产生怀疑啊！古时候没有这种事情，对于文化都非常肯定啊！文化的根就是孝，从哪里做起？从祭祀祖先做起啊！为什么我们要提倡祭祖？道理就在此地啊！把文化的根找回来啊！人人都知道孝顺父母，为什么要孝顺父母？世世代代古圣先贤看到了，看到什么？看到人性本善，人之初性本善，性相近习相远，想到这个问题就感觉到如何把这个本善的心性能够一生永远保持而不善不会丧失，于是就想到教育啊，所以中国人提倡建国军民教学为先，不但是建立国家，领导人民，凡事范围包含的广大啊，各种学术各种文化无疑不是教学为先啊，所以中国人对教学确实是非常重视啊，唯有教学才能够让人开悟，让人回归自信，让人懂得宇宙给我们的关系，我们如何跟人相处，跟动物相处，跟植物相处，跟山河大地相处，跟不同的维持空间的相处，要靠教啊！从什么时候教？中国古人是从胎教开始，母亲怀孕开始，母亲怀孕第一个不能有邪念，要有正知正见，为什么？它影响胎儿啊，所以教育要从这开始啊，言语要庄重，态度要安详，就是你起心动念言语动作都会影响胎儿啊，这十个月为了下一代要很严格把自己管好，让下一代安详啊，出生，出生之后他眼睛睁开了，他会看，他会听，虽然他不会说话，要知道他已经开始在学习了啊，谁教他？他的父母，在他面前的人，无论是大人是小孩，一举一动他都看到了，都听到了，接触到了，他就开始在学习。母亲要关照好啊。
要把它看好，不能听的一切负面的不能让他看到，不能让他听到啊，凡是不善的不能让他接触到。母亲要把他看住，看到一千天，三年，这个三年母亲是他老师啊，让他把这根扎好。扎什么根？圣贤的根啊，是孔子受人仰慕2500年，提到他受人尊重啊，什么原因？他受的教育是最圆满殊胜的教育啊，母亲教了他三年，三年之后再教给老师啊，老师不但是言教，而且是身教，做出榜样给他看啊，母亲教他的在老师身上看到榜样，信心坚定啊，所以中国古人有所谓三岁看八十，三岁扎下的根，这个教育教得好，八十岁就是一辈子他不会改变啊，无论在什么环境他会坚持他的伦常道德啊，这个概念他不会失去，这称之为圣啊。他有能六七岁的时候他就有能力辨别邪正，辨别是非，辨别善恶，哪些他可以接触的，哪些他不敢接触的，他有这个能力。所以今天这种教育在满清的末年还有啊，进入到民国社会动乱没有了啊，那我们今天随孝道丢了至少100多年，根丢了。另外一个尊师重道，那什么叫敬啊？孝敬是中华民族文化的大根大本，孝是用父母做代表，敬是用老师做代表啊，尊师重道啊，给我父母年龄差不多大的都要对他们尽孝，所以说是给我老师年龄差不多大小的，我对他要尽悌道啊，孝悌忠信啊，记住尊敬他是我长辈啊，这两个是代表啊，孝敬是根。那每年你每逢年节啊，记住在中国普通一年三次，清明、中元、冬至啊，国家的祭典两次，清明跟这个冬至两次祭祖，主祭官是皇上啊，主祭官在家祭的时候是家长啊。中国的家现在人没有概念，中国是大家庭啊，不分家的，女孩子嫁出去了，兄弟不分家，一生生活在一起，所以他是个社会组织，他不是个人。这个家在二战时期还有，很少了，我见过啊，我的印象很深刻。
二战胜利之后，战争结束之后，没有了，中国这个家没有了啊。所以家文化是中国文化里面具有特色的文化啊，其他地方很少看见啊。所以教育家负起这个责任啊，家有家学，有家道啊，有家规，有家学，有家业啊。所以这个国家只负责考试啊，考取的人才进入国家的学校，那是就像现在的党校一样，毕业出来之后就是国家的官员啊。那么其他的行业，包括现在的大学、哲学、科学，几乎都是私人传授的啊，私塾传授的啊。所以我们在这个活动当中还有论坛啊，后面呢还有许多老师给大家做出详细的报告啊。那么我这个时间到了，只能讲到此地，好像明天还有，明天还有时间，我跟诸位继续，谢谢大家，谢谢。